和我们走一趟，警官，我好像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儿吧？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，卢比说你跟死者生前有过接触，所以你要和我们去警局认尸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他叫利玛，是个法国学者或者说是传教士。我们在地下河口发现了这具尸体。 被发现的时候，他手里正攥着这块布。这条地下河连通着上面所画的山体缝隙。这条缝隙在丛林的深处，已经到了木马鲁人的禁区了。这些给你，找两个人，我要去这个地方。这是我们神圣的地方，老祖宗说那有魔鬼。我的朋友现在得加钱。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太可怕了！这东西看起来没有眼睛，好像是个瞎子。他们口中反复提起一个音节，那加斯，什么意思？那加斯是我们木马鲁人的古神，木马鲁人对那加斯非常的恐惧和敬畏，就在30年前。 我每年还必须向他献祭，否则就会受到他的惩罚和诅咒。那他是那加斯吗？我年纪小，没见过。你们最近还会来这里祭祀吗？有一些人会。这些东西看起来很新，应该是我朋友带的脚夫刚祭祀的。他们可能进洞了。他们滚下去的，绳子都挂在这里。 这下面可能很复杂，你打算怎么找？哼，猫咪会留下脚印的。雨下大了，好好玩。
向前。小崽子，瞎子，瞎子，我就说没你不行。你看到黑暗里是什么了吗？是个巨大的怪物，看到了会颠覆你的世界观的。哎，好了，别说那么多了。瞎子，你下来的时候应该也看到了那些建造神道的结石了吧？所以我怀疑前面有一座有古人修建的地宫，而且规模很大。不怕攻击你们的东西了，我刚才差点没救成你们。瞎子，有你在，你能应付。我应付不了。必须马上走，谁要是不愿意走的，来年我给你们上坟。瞎子，我要下去。如果为了专利，我不同意。我刚刚听到有声音让我下去。等等等等等等，他是在哪里？无所谓，他若不下就会死。瞎子，相信我的直觉，下面有事情在发生，我们必须去看一看。你们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听到？不知道，但我们得下去。什么宗教都有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些都是天神伏魔时的愤怒像，被用来作为地宫的石像。从雕刻手法上看，应该是南越人留下来的。这地宫是南越人造的，用这么多愤怒金刚来伏魔，看来南越人想伏的魔不简单呢。看来南越人更不简单呢，他们建造这座地宫的目的就是为了截断水脉。似乎那怪物是通过这个地下水系活动，而这个地宫就像大坝一样，堵住了他的路，把他困在了那个潭里。那下面应该就是地宫了吧？地宫入口藏得够深的呀。这算什么壁画呀？你们能看清楚上面画的什么吗？这壁画怎么融化了？危险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壁画，是机关。你们细看壁画上的线条，其实是极其细微的凹槽。凹槽里灌了极易燃烧的火焰，外面则抹了一层熔点很低的虫蜡。在常温状态下，这种虫蜡呈固态形式，封住了壁画上的凹槽，一旦温度升高，就会从固态转化为液态。快去！以砍玉艮，山下有险；砍伤阵下，乱丝无头。上前下里，仙人指路。入口在前位，把火油往中间引。巽位、艮位、震位，给我火把。
的寄生虫，把我的盒子拿来。是又听到什么声音了？你们的状态都不太正常，我建议你们好好检查一下自己。我们被寄生了，是刚才吗？从伤口的样子看，已经很久了。你们在洞外就应该已经被咬了。寄生，阿生，他说让我们进去。我们还得继续往里。中毒让你们产生了幻觉。这可能不是幻觉，是那东西在对我们说话。我什么都没听到。只有被寄生的人才能听到，他让我们进去。他还说，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，全都得死。现在这外面都是寄生虫，我觉得我们只能往下走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出路。我们继续往下走，找出口。南越人把这个大殿修成了一个符篆的形状，利用这里做了一个风水局。这棺材里面葬的肯定不是人，而是某种可以威慑纳加斯的东西，否则那怪物早就把这个地宫给摧毁了。又到看壁画的环节了。南越人在一个缝隙里发现了他们的古神耶摩罗被杀死，将他带回村子。晚上所有的人都开始做梦，梦到耶摩罗在跟他们沟通。耶摩罗告诉他们，自己是被一个叫纳加斯的古神偷袭杀死的。耶摩罗不甘心就这么死去，想要报仇。他要南越人来到纳加斯的老巢，在纳加斯重伤休眠的时候，趁机修了这座地宫，并把自己的尸体放在地宫中，让纳加斯以为自己在这里伺机伏击他。耶摩罗比纳加斯强大很多，纳加斯不敢正面搏杀。打开他！打开他！
发生什么，而且肯定不是好事。他在逼我们打开这个棺材。开棺？不能开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那家死要逼我们打开这个棺材？那家死不知道棺材里的东西是死是活，所以他不敢靠近。但他似乎察觉到了问题所在。那加斯跟寄生虫应该有很微妙的关系，他散播这些寄生虫，一路逼你们下来，就是为了控制人，打开这里。那就更不能开！你会死的！带着样品出去，把眼睛治好，再活一百年。别说了。非常不开心。要是你知道被骗了几千年，是你也火大。
看来这怪物至于我们，就像人类至于蚂蚁。你有什么打算？以我们现在的装备水平，要想对纳加斯造成威胁，只有靠这个了。而且机会只有一次。真的是弹尽粮绝了，还不是为了救你。可是我们还有火药啊，你小子还活着。你们看，这是用硝石、木炭还有硫磺制成的最古老的黑火药，这是地宫里的炼丹炉，如果量足够的话，我们可以计划一下。最理想的办法就是让他在纳加斯的肚子里爆炸。在这儿呢，
花。你们还活着？我不打扮，我不打扮。